近日，据韩国某媒体爆料 ，H.O.T 组合将于今年重聚，并于九月举行出道20周年演唱会。不过 ，H.O.T 成员们对此表示了否认。爆料媒体称 ，H.O.T 五名成员不久前与当初一手打造他们的 S.M 公司会长李秀满聚餐，敲定了重组以及举行20周年演唱会的事宜。该媒体还称 ，H.O.T 20周年演唱会将于15年前 H.O.T 最后一次以完全体的形式举行演唱会的首尔蚕市运动场举行。对于上述报道 ，H.O.T 成员们表示了否认，称虽然重组是他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，但是此事目前还没有任何定论。九月举行的20周年演唱会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传闻。对于和李秀满的聚餐 ，H.O.T 成员们表示，那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叙旧，在聚餐中并没有谈到有关重组或是复出的任何具体计划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